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你看看你，怎么又是黑板告密了？这个黑板能怎么样？谁再告密，我顺着管线摸过去了。黑板怎么又告密了呀？不牛逼了！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0天，我又被黑粉告密了。今天又被我妈妈真实了，小宝宝们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视频了，简直不下去了，不牛逼了，小宝宝们，不牛逼了！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0天，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。但是我的梦想还想，小伙伴们有没有人想继承我的卡片，继承我的梦想？我希望小伙伴们能继承我的梦想，加油！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视频了，又被黑粉告密了。更讨厌的是什么，小弟们，还有一些黑粉，所谓的预言家，那些预言家他们整天在我评论区不行告密，他们还幸灾乐祸。宝宝们，那些预言家不要，就是黑粉，小弟们给我看着，把他们的网线给我拆掉，把他们的网线给我拔掉，把他们的网线抹给我拆掉，他们太讨厌了，他们跟我妈妈一样的讨厌。小弟们，那些预言家在我公屏上打预言家的，说下一期怎么怎么样的那些小伙伴，还有那些告密的，我一定把你们网线给拔掉，把你们的网线给拔掉，把你们的那些预言家，我真的很想请你们吃这个。那些预言家在我公屏下方说下期怎么样的，我真的很想请你们吃这个东西。小伙伴们，我可能实现不了我的梦想了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想继承我的卡片，我还有这么一盒的卡片，兄弟们。有没有小伙伴们能继承我的卡片？我可能坚持不下去了，今天又被我妈真实了，我妈不让我挖卡了，晓得吧？今天是我追梦的第50天，不牛逼了。小伙伴们，我把卡藏在这个，晓得吧？不然给我妈看到了，我妈看到这她会撕我的卡的，晓得吧？藏在这个床底下，你们不要告密，千万不要告密啊！不牛逼了，憋不住了，但是我也很开心，我也很高兴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拆卡视频了。如果小伙伴们喜欢我的话，给我点个小红心，给个赞，谢谢大家，真的很感谢。小伙伴们，卡片全部被我妈妈收走了，就两包了，小伙伴们，一包是火影的，一包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游戏的，小伙伴们，我们把这两包拆掉吧。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，不知道有一些小伙伴能够支持我，我可能真是我真的最后一期视频了，最后一期视频了。小伙伴们，我此时此刻真的有点无奈和伤心难过。我妈妈不支持我，那些预言家，那些黑粉还幸灾乐祸的，你们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啊，兄弟们？那些预言家还预言着下期视频怎么样？你们说那些人是不是没有一点同情心？他们没有爱心，他们真的，他们好那个啥，我真的是无语了，兄弟们，我都伤心成这个样了，我都难过成这个样了，我都快离家出走了，我的卡片都被我妈妈撕完了，他们还这样子对我，他们还笑我，他们。真的黑粉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吧？我都这个样子了，那些黑粉还在是公屏预言，幸灾乐祸，怎么没人去管他们？这是我可能是最后一期视频了，我追梦的50天，小伙伴们，这50天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，我的梦想是成为卡片天王，卡片是我的快乐，但是我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期视频了，我现在手，我抬都抬不起来了，拜拜。